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，我们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奖项要颁发，而这一位获奖的人就是我们的凯哥。我太难了。虽然你最近两季赢的不是很多，而且你还得过很多非常奇怪的奖项，比如说垃圾大王，比如说幺五最具魅力的男士等等，这些非常奇怪的奖。挺奇怪的。最奇怪的就是这个。对，但是今天的这个奖项是非常真诚走心，我们请工作人员送上凯哥的奖品，有请。哇，全勤奖是吗？是的，真的是。我有没来过？我也有没来过。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纯金正凯名牌。其实凯哥是八季奔跑吧唯一一位参与了所有100期录制的全勤成员，我们节目也见证了你从一个帅气的少年成长为了，这就不用再说了，后面要说成长为了有担当的魅力男士。魅力男士凯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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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才给凯哥颁奖的工作人员是我们导演组里参与了全部100期的导演，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组也准备了一份礼物送给所有参与了100期节目的工作人员，是一个红包。哦，儿子，颁给我。我来颁发，我来颁发。来，有请代表我们所有参与过100期节目的工作人员。祝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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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啊。哎，别别别，比较实惠的。实惠实惠实惠，实惠，好厚啊。我们真心感谢你的陪伴，小凯，实至名归，实至名归，实至名归，还是对节目的爱，还是对节目的爱。凯哥是八季奔跑吧唯一一位参与了所有100期录制的全勤成员，魅力男士凯哥，实至名归，实至名归，实至名归。The king of running， 好喜欢这种追逐猎物的感觉。绿水青山，就是金山银山。没有海，海。